两个人喝着茶，不是喝着水聊开了啊。然后这个古男就心想啊，你这小伙子不去约会，就是有空不去，没事不去约会，不去干啥的，你来看望我们两口子，你是干啥来了？然后就打趣的嘛，就问他说啊，这个是干啥呀？你那个是干啥？以后能 ask 的？嗯呢，这批都啊，那么啊那家嘿家伙，都啊那家伙都熬。哎，你看，古男啊是个有妻子的人，然后呢没事儿，今天没事儿在家里跟妻子，在家呢跟妻子聊聊天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哦，这是拉这是拉这是拉这是有老婆的人，然后这古男是个小年轻，又没结婚什么的。然后今天突然晃到他家来，然后他就奇怪了，就会问说啊，这个是干啥呀？说今天是因为什么事儿来，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今天你是上这干啥来了？然后他说哎呀没事儿，我就不能来吗？就比那个是干啥也好能 ask 的，就是没事儿我就不能来吗？然后这个那这是一听，哎，这家伙就说哎，不是啊，你想什么时候来，就是你就比东啊那家伙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要只有好朋友之间才会这样说。好 ，Gis gam se aya，Gis gam se aya 呢？它这里呢是，arch Gis gam se aya， 它这里呢省略了一个主语 do 就是你，省略了一个主语 do， 就 arch Gis gam se aya， 你今天是因为什么事儿而来的 ？Gis 是杠的代号形式，是杠的代号形式。比那呢？gis 是杠的代号形式啊。他这里说的就是你因为哪件事儿，因为他这 say 是表示因为啦，就是你因为哪件事儿上这儿来啦。然后古男就说，哎，比那 gis gam say 也好能 ask 的，就是说比那是给比那什么什么给比那，就是没有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但这里呢它这个没有 gay 啊，它一般用在这个前面，用在句首的时候呢 be not gay， 它这个 gay 是可以省掉的，有的情况下是可以省掉的，就像这里呢它是可以省掉的。 be not gay scum say you have nothing ask that， 就是 be not gay scum say， 它这里的 gay 就省掉了，就直接说没有任何事，就是不因为任何事 you have 就是指 budget 的家这里不能来吗？就是我没有什么事儿不能来这儿吗 ？Be not gives gamse， 不因为任何事 ，ya hang nahin ask da， 不能来这儿吗？它就是这个意思。好的，哎，一听这话，然后古南就哎笑了，就说那这批东啊那家伙都熬，这批呢是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怎么样就。不论什么时候你怎么样啦，你都可以怎么样，就说不论什么时候。那么好，这批东啊那家伙，它这里前面呢又是一个虚拟语气，用的是一个虚拟语气，它是有一种猜测的语气在里边，就是说哎呀不管什么时候你想来，它就是它这里用的是一种猜测的语气啊，用的猜测的语气或者是一种建议的语气，都啊哦，后面呢又是一个祈使句的语气，就说哎你什么时候想来来吧，他就是说一开始呢就是想就告诉他你想什么来，想什么时候再来就来。像这个句子呢，它最好是前面用这个虚拟语气，后面直接用这个现在祈使句的这种语气，会比较能够强烈的表达出他那种感情，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想来那就来吧，就这种意思。好 ，do 加上其他加上动词跟加上 o gay 呢，它是将来时。你把这个 gay gay 去掉呢，它就直接加 o， 就变成了虚拟语气。将来时的时候，它会有阴阳性的区别，但是如果是虚拟语气呢，它就没有阴阳性的区别了，它直接就是加个 o。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里他们俩的这个对话。Arch gives gamsia ya, be not gives gamsia ya hang ask da? 那
就比多姆家多姆阿那家好多阿哦。阿就 VS 好，那嘿，嗯，咖啡色没黑，以色列用心也很起来呀。阿七八台，多姆哈里帕多姆哈里帕皮跑真不拿的嘿嘿，嗯，多姆跑真也很高的理解，就是多姆哈里强。好，这里就问啦，你老朋友见面怎么能问你最近忙不忙呢？怎么能不问啊？不是怎么能问啊？看我这说的晕头了都。好，是吧？你最近忙吗？啊，这个的 vest 哦。啊，那嘿，不忙。咖啡色没黑，闲着呢。以色列，所以用意也夯接了。哎呀，所以才随便到这来啦。所以在台到这来瞎混，哎，我这个是我翻的，但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有点不太对，可能不是完全契合，但是他就有这个意思，哎，我就没什么事儿，所以呢就瞎晃悠到你这儿来了。好的，然后呢一听，哎，这是大哥一听啊，就说、是、哎没什么事儿，那也就是不忙啊，不忙的话那就在这吃个饭吧。他就说七八的嘿，然后哎呀闲是个好事儿啊，清闲了还不好啊。然后就说哎呀，既然你都不忙，那你的嫂子多么哈利帕皮泡真不拿的嘿嘿，就你的嫂子又在做饭，那你就多么泡真也行，多么泡真也行，哥的理解就你就在这吃饭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在这吃饭吧，你也别去什么地方了，你就在这吃饭吧，也行。泡真哥的理解，就在这吃饭吧，就别去别的地方了。然后他说 JC 多么哈利一吃啊，恭敬不如从命。你看这人就不谦虚了，就说哎，恭敬不如从命，哎，那我就吃吧，就这个意思。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哥的 vest 哦，就是最近忙吗？这里的主语是 doom 哈 doom 啊，这哥的 doom 啊，这哥的 doom vest 哦，你最近忙吗？ vest 是忙碌，Vest 是忙碌的意思。然后 Nahin 咖啡色没黑，咖啡是很多大量很多大量的意思。然后Isliye 是因此，这个不说了。Yonghi 是随便，没有目的的，它不一定是随便啊，不是什么都随便啊，是没有目的的意思，没有目的的意思。好，这一句呢是 Article Vest 哦，最近忙吗？然后说哎不忙，哎不，最近忙吗？不忙。Nothing 就是否定啊，否定就是不忙。然后咖啡色没黑，哎呀我的时间多得很呐、啊，就是我闲着呢，时间多着呢。然后说，然后又说以色列勇气也好接了，哎呀就是哎，所以呢就随便到这儿来，就是到处游荡一下，然后到这儿来瞎混来了。接拉安娜呢是固定搭配，就是来接拉，接拉安娜是来的意思，就是来的意思。好，接拉加纳呢就是走的意思，就是走的意思了。不要想说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他就是来，就来了，走了，就是这个意思。听完他说哎自己不忙之后呢，哎这个大哥说了个什么呢？大哥说哎呀好事儿啊，你不忙那多好呀。然后呢他说多么哈利帕皮泡真巴纳的嘿嘿，就是你嫂子在做饭啦。爸的呢是阴性词，是言语也是事情。Papi 呢是嫂子， Papi 是嫂子的意思。Po 真是食物，阳性词。Po 真 banana 是做饭，是做饭，所以他这里有 Dumhari Papi Po 真 banana 嘿嘿，你嫂子正做饭呢，就你嫂子正做饭呢。好 ，Dum Po 真 yehin 哥的理解 ，yehin 呢是 yeh 加上。你加上 he 的这个 ，yet 加上 he 之后的强调，就是强调说你就在这儿吧，你就在这儿吃饭吧，你别想着到处跑了，你就在这儿乖乖在这儿吃饭吧，就这个意思。好，哥的理解，哥，口真哥的那呢是吃饭，它同样也有个吃饭是卡纳卡纳，
这个呢就比较可爱了，卡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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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是前一个卡纳，咱们前一个卡纳呢是饭菜的意思，饭菜饭菜食物的意思，而后一个卡纳呢是吃，卡纳卡纳就吃饭吃饭，大家记住一下这个就好。嗯，主要呢咱们现在呢重点是放在普真格拉纳，普真格拉纳是吃饭。格勒迪界格勒迪界格勒动词跟加上雷纳呢是表示这个动作啊，表示就说话人说的这个动作啊，你是指向这个语法的主语的，就是说你吃这个动作就是你来吃，不是别人来吃，就这个感觉。好 Jesse Dumharicha Jesse Dumharicha 呢就是如你所愿啦，恭敬不如从命啦。 Jesse 是 Jesse Jesse 像什么什么一样，像什么什么一样，而这里呢因为是这个 Icha 是个阴性词，所以它变成 Jesse Jesse 就 Jesse 像什么什么一样。 Icha 是阴性词嘛，意愿愿望。 Jesse Dumharicha Dumharicha就像你的愿望那样，就像你的愿望那样，那我们就是翻过来就说，哎，如你所愿啦，恭敬不如从命啦。比如说，哎，你陪女朋友逛街，然后女朋友已经逛了一天累死了，然后女朋友又说，哎，我们再去那家店逛逛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无奈的说 ，Jesse Dumharicha， 啊，如你所愿啦，随便啦，或者说，哎，对，这里可以。比如说你俩人去吃饭，然后去吃饭，然后说哎吃点什么呀，然后就说容易，哎随便。比如说两人出去玩哈，然后就说哎我们去哪玩啊，去那个什么什么公园啊，还是去那个什么什么山啊，然后你说容易，说随便。就你可以说用在这些情况下，比如说你去买个水，哎说你让我渴了，然后你说你渴了你喝什么水呀，就你想喝什么呀，然后说用意，哎呀随便什么都可以。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Arch got best home， 这个 home 这里怎么又打错了。 Arch best home Arch got best home Nahin gafi samihe Isliye yungi yahan jela aya Arch badhe Dunghari papi pochun banada hihe Dun pochun yehin gara lije Jesse dunghari yichya。 好，哎呀，这个老师这个时间跨度有点大，就是一会儿就得吃完了，那饭也吃完了，然后呢干点啥好呢，也没什么事儿可干呢，时间也晚了。然后这个古南就说了 a pi bohot dead ho ge ye man jerong gi nga pi pa pi or be de ge saat meri bohang a ye zaru la pi de meren ge， 就是说哎呀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走了，改天和嫂子带着孩子一块上我那玩去，就说邀请嘛，就说你去别人家做客了，别人好生款待你了，那你得回请啊。然后就说一句，哎呀，你什么时候跟和嫂子一块，和嫂子还带上孩子一块上我那玩去啊？然后这个，那这是大哥呢就说，择路了，哎呀，一定，劈了劈了给，再见啦。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就是说 a pi boho de ho ge ye man jie long gi， 哎呀门接龙嘎是门接龙嘎，你看我打的这个真受不了我自己了，一定是门接龙嘎门接龙嘎，我是女孩，我再说一遍，我是女孩，所以打的时候就很不自觉的就会当成接龙gi了，有的时候打完了自己还死命检查不出来，还觉得自己就是对的，哎，这会儿说上又觉得才发现是错的啊，就是一会儿男孩吧，门接龙给门接龙干，嗯个屁啪屁 all the big day is that made it for her are you hold， 这句呢当中的这个 day 了，它是个阴性词，是推迟的意思，接了那是走，接了那走离开，什么什么 get sad 什么什么 get sad 是和什么一起，个屁呢是某时有时什么时候。好 ，a pi boho dead ho ge ye ho， 这个 ho 那是个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它和假那连用呢，就表示说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哎已经很晚了，
就 api 就现在 api bahut der ho gayi hai，现在已经很晚了，现在已经很晚了，尤其他还加了个 hey， 加了个 hey， 用了个现在完成时，更是说明说现在已经很晚了，我该走了，门接龙嘎个屁，就什么时候 papi all the baby get start， 就和嫂子什么时候和嫂子还有孩子一块儿，没得遗憾，没得遗憾。上我那儿去，就去我那儿玩儿，他就是这个意思。好，大哥怎么说的呢？这个拉杰什大哥就说：“哎，肯定，一定，择路了，哎，必须的，一定啊，务必啊，择路了，这择路了。”就说：“哎，比如说你，假如一个哥哥他妹妹要嫁出去了，然后他就会跟自己妹夫说：你要对我妹好啊，你不对我妹好，我可要揍你啊！”然后他就。然后这个妹夫就应该说就择路了，我肯定会对他好的，我一定会对他好的，就必须一定。Peter meet and get 呢是一会儿见呢，这个 Peter 是一会儿，就是没多久之后吧 ，Peter 就是没多久之后，就是时间间隔非常短的一会儿。Meet and get 呢就是 Peter meet and get 就是 Peter 就一会儿之后 meet and get。像这个这一句当中呢，他没有什么，他不说有什么，哎，其他的，一般像这种他不出现主语，又不强调什么主语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比较常见是用这个复数形式，用阳性单数的复数形式。像这里呢，他默认是我们啦，我们一家子就会再见的，就 Peter meet and get 他没有，哎呀，刚才我说的那个其实也是强行把他跟前面那个古南说了，古南不是邀请他吗，我就强行把他跟那个他们一家人拉上联系，但实际上呢，像这种又不强调主语，又不强调什么的东西，又不强调其他东西的，他就是强调一个，哎，我见面一会儿见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大多数时候是用阳性的复数来说的，阳性的复数来说的，就像说，哎，走吧，咱走吧，我们走吧。像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去某个地方玩，然后有个人说，哎，走吧，我们就去那个公园玩吧。这个时候他可以说骄傲，他这里并不是说，像这里他也并不是说强调谁，他只是强调一种呼吁，一种建议的状况的时候，他就直接说一个骄傲。他也不是说现在强调就命令某个人去做什么事情，像这里呢他也不说是哎我要见谁，我要跟谁见面，我要怎么见，他不强调这个，他就强调一个见面，他就用一个阳性复数来表示一种哎我们见面吧，就是这种感觉。好， Peter meet and get 呢就是说到这里。好了，前面一个小小的对话就给大家讲完了，然后呢讲到这里呢，我们所有的对话呢就已经全部都完成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我们这整个对话我还是只读印地语，中文我就不读了，然后大家看着我读着的呢一起来回顾一下整个对话，加深一下印象。好，现在开始了。Go ye, come under ask da hong. Up gong hen. Array, Rajesh. Media was to be jung him by ya. Nunk nong hong. Doom guess ya, charity under ao. Ao, Mary did it dost, ye hung battle. Acha, men dum hara dershin gurne aya. Gatum hari de pia tike, beer good tiko. It got jung the hog ya. Suna hagi.Ndum hara beta bimarta. A piuski de biet gassi he. Ah, ay. A bito tik hogia. Guchtin bahre du gamta. Dola sa gum zorta. A birgur tik hogia. Ah, uski jinda mud garo. A birgur tik hogia. A cha. Achgur mausum krab he. Upne or upne brivar go kiara the co.ठीक है, तुम भी, जा रोके या कॉफी? क्या मुझे एक गिलास पानी मिलेगा? अवश्य, अभी आता हूँ। अच्छा,
जल्दी नहीं आज किस काम से आया बिना किस काम से यहाँ नहीं आ सकता ना जब भी तुम आना चाहो तो आओ आजकल व्यस्त हो नहीं काफी समय है इसलिए यूं ही यहाँ जरा आया अच्छी बात है तुम्हारी भाभी भोजन बना रही है तुम भोजन यहीं कर लीजिए जैसे तुम्हारी इच्छा अभी बहुत देर हो गई है मन चलूंगा कभी भाभी और बेटे के साथ मेरे वहां आइए जरूर फिर मिलेंगे好了第二遍大家仔细听好现在是第二遍了ごいへい、ギャマンダラアスクダホン。アプガンヘン。あれ、ラジェシ、メリアワストペハジャンナヒンバヤ。マンクナンホン。ドムケセアオ、ジェリティアンダラオ。アオ、メリディリドスト、ヤハンバト。アチャ、マンドムハラダラシンガルネアヤ。ギャドムハリダピヤティケ、ビルグルティコン、イカジャンドホギャ。スナイギ、तुम्हारा बेटा बीमार था अभी उसकी तबीयत कैसी है हाँ अभी तो ठीक हो गया कुछ दिन पहले जुकाम था थोड़ा सा कमजोर था अब बिल्कुल ठीक हो गया हाँ उसकी चिंता मत करो अब बिल्कुल ठीक हो गया अच्छा आजकल मौसम खराब है अपने और अपने परिवार को ख्याल रखो ठीक है दूंगी चाय रोके या कॉफी क्या मुझे एक गिलास पानी मिलेगा अवश्य अभी आता हूँ अच्छा जल्दी नहीं आज किस काम से आया बिना किस काम से यहाँ नहीं आ सकता न जब भी तुम आना चाहो तो आओ आजकल व्यस्त हो नहीं काफी समय है इसलिए यूं ही यहाँ जरा आया अच्छी बात है तुम्हारी भाभी भोजन बना रही है तुम भोजन यहीं कर लीजिए जैसे तुम्हारी इच्छा अभी बहुत देर हो गई है मैं चलूंगा कभी भाभी और बेटे के साथ मेरे वहां आइए जरूर फिर मिलेंगे 好了回顾完这个对话呢我也要跟你们说फिर मिलेंगे啦这节课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起来到92外语网和我一起学习印地语希望下次还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到92外语网一起学习印地语一起来了解印地语好的 Peter Milenge Shukriya